我觉得我选这两位学员的标准是第一，当然是唱歌一定是行，然后加上 Yvonne 他会玩吉他，然后我本身是个吉他老师，所以我觉得可以有这学员是一个bonus，起码我觉得他应该在台上可以自弹自唱，然后女生玩吉他自弹自唱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很有个性的一个东西。表示选到是一种很开心啊，但是我也是很担心，很担心，不老师讲教我，但是我会全力以赴的，做到最好，跟吸收完全老师教我的。大家好，我叫 Yvonne，然后我感谢老师就是选到我，虽然我是最后一个，可是我觉得我是最幸运的，因为我知道他虽然很凶，可是他应该会 push 我们。Thank you，耶、yeah! yeah!。